还有更快的用摄影的嘞，你要不要写上去？哎、欸，那个都是复制的概念，哎，对，那因为这个是早就应该修的，只是没有因为这一条独立 来修法。36案，36条就是说，那个施行细则呢也不需要了，刚才有一些已经搬到母法，不需要再定细则的，所以删除。好 ，OK， 第36条我们就到行政单位，我们删除，修正通过。来，第37条，37条是一个法制体例，就是定这个本法制公布日施行啊、就是一个体例的说明。好，第30条，我们就到行政单位所提修正，我们37条修正通过。来，那今天啊、我们的这个商业登记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我们就照刚才大家共同协商的决议内容通过。那这个因为没有争议性，所以我们就不交。我好好，那待会再谈了哈。好，那现在我们这个商业登记法的部分，我们就修正通过了哈。那现在我们请经济部先啊休息一下哈。那我们请农委会，待会再一并把它处理哈。来，我们请农委会来，我们现在开始针对我们农委会的我们立法院议案关系文书院总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11条，来，请说明。因为我们跟麦克风租的，因为地是时间越短，但是时间到了20年，在这个过程中，他的那个厂房私设的他自己处理，哎，他自己处理，自己负担，哎，自己负担。哦，啊，时间到了之后，时间到我们再跟他重签。我们跟台糖再重签，他就再签，再另外再延长。台糖不签了？目前没有了，应该不会吧？没有这样，国有地了。好。第11条，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意见没有？没有。刚才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哈。好，那么第11条的部分，我们就照行政单位所提的修正来，我们修正通过。就一家了，嗯，就一家了。啊，为什么用的超过4个月？因为一家你要等到2年才可以赶台风。那超过4个月，为什么用这个4个月？4个月是一般我们科学园区都是用4个月，交通出口区也都用4个月。4个月。好，那我们第11条就叫行政单位所提修正条文通过。来，第14条，请说明。请用麦克风。主席，各位哈，第14条就第一项把那个园区机构两个字删掉，就是说过去只有机构的可以来租嘛，啊，现在就是说那些目的是主管机关派在那里的人也可以租这样，所以把范围扩大了。就像比如像海关啦、房检局、家计卫生试验所，现在在那边快速通不方便，所以把机构两个拿掉，就包括派在那里的人。Okay. 好，那第14条，我们就照行政单位所提修正，我们修正通过。那接下来我们第17条。那等一下，等一下，刚才讲的那些消防啊、公安啊那个部分呢？那个部分我涵盖在14条里面，不是那个部分原来就有了。原来条文就有了，本来就有，只是还没设了，没有设，没有设了。快点！第二期，我觉得消防比较重要，这、啊、警察还好了，嘿。你这个会有多少的数？最多量会有多少？我们现在第二期哈，第二期在做了，第二期167公顷，第一期把这些机构放在这边就对了。就是说，将来派在那里的机构哈，现在只有海关、跟交卫所、跟房检局三个单位而已嘛，跟还要给几个单位？没有，将来你有多少个单位在这边？大概不会再增加了，除非有再建那个消防的那些单位才会增加，要不然。管理的机构两个字好像很大呢。有人跟我讲，原来机构就是那进驻的单位了。这个是叫厂商哎，就可以叫机构。对啊，我现在用机构这两个字太宽了。机构里面有它的定义，它有定义的，把它删掉了，是删掉了。OK， 另外哈，就是说你将来一二期大概有将近300公顷，400丢啊，那么大的一个地方，会不会有医疗需求？医疗需求，也是机关吗？机构吗？也可能，也可以设啊。如果说要的话，因为上次出了事了，结果来不及急救。可以哈。好。好。那。我们现在，刚才第14条，我们讨论以后就照行政单位所提修正条文通过。那么17条，因为有我们蔡培慧委员所有提，就是修正动议，我们请议事人员先行宣读。
第十七条，园区事业应于核准进驻之日起两个月内，依管理局规定缴纳保证金，以保证营运计划之实施。园区事业于核准之日起届满三年时，经管理局审核未依营运计划实施者，前项保证金得不予发还，其依营运计划实施者应无息发还。园区事业有正当理由未能依前项规定限期实施营运，得延长三年，必要时得再延长一次，期限不得超过九年。第十九条，维持现行法，不予修正。那我们现在针对我们蔡培慧委员所提修正动议案，我们十八、十九、十七、十八两条哈，我们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哈。我们在第十七条的第五项的说明哈，故实施营运计划，这个营运计划有没有规定说最长多久？他可不可能跟你定个营运计划的话，什么十五年、二十年，会不会这样的？不会，不会啊，对对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就是说三年再三年，现在就在九三年，对对，总共就九年嘛。现在培慧的意思，蔡委员的意思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OK， 好。原来是六年而已了，现在改九年了。蔡委员，蔡委员在吗？来，你针对你的修正提案，你是不是也说明一下？因为事实上他本来想把那个……用麦克风一下，他有记录。嗨，他本来想把那个就是未依这个营运计划的延长期限是要定在办法啦，但是我们觉得定在办法里头，如果没有明定时间的话，到底会延几年，很可能会是这个。科技园区的人跟厂商之间的这些协议，或者是说这个办法常常会被提出要修正，所以我觉得应该把那个延长的时间提到母法来拟定这样子。啊，这个刚刚跟主委有讨论过。好，主委现在应该没问题吧？把它放到母法里面，没问题，没问题哈。好，那是报告主席，是那我就来这边有个修法的建议，因为有几个文字刚看到哈。那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这个东西刚刚委员提到的版本有一个管理局应限期通知改善。那可以各位委员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原来的条文存在的是说，延期事业只要有正当理由就可以，就可以向管理局申请延期，并没有所谓的限期改善的问题。所以这几个字要不要留下来，可能委员可以思考一下。如果说这几个字可以不，如果不留下来的话，那建议说可以改成这个样子的，也就是说第二行这个者后面加一个加一个那我把条文这个项次念一下好了。延期事业有正当理由未能依前项规定期限实施营运计划者，得向管理局申请延期。接下来再介绍，经管理局审查核准后得延长三年，必要时得再延长一次，期限不得超过九年。大概是做这样的文字调整建议。是是是，总期限是。好，根据我们法制单位所提的一个建议，那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看法？好，可以哈。好，那第十七条，我们就照蔡培慧委员所提的修正动议，我们来修正。还有谁？对、啊，就照法制单位的。好，还有就根据我们法制单位所提的这个条文的内容下的文字修正。我们来做修正通过啊，请法制单位把详细的条文哈，到时候再来一起做处理。好，那么我们现在先进行，接下来我们进第十八条。十八条我们那个蔡培委员的修正动议是维持现行法律不予修正。来，我们请行政单位提出说明。好，那个十七条把总期限定了，十八条就不用授权了，所以这个就不要修正。好，那就是也维持就是维持现行条文就对了。好，十八条我们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以修正。那么来，现在我们进行第二十四条，请说明。二十四条因为目前没有那个年最长五年那个年度已经过了哈，那对农业科技发展有特殊贡献，到现在也没有认定过了，所以这个优惠的租金期限已经过了，所以这一条我们建议删除。好，就是。二十四条原本的条文，我们予以删除。好，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照行政单位所提修正，我们把二十四条来删除，照提案通过。好，这样就结束了吧？哈。好，第四十条，来，请说明。第四条就是我们最后把它加一个滞纳金，自应缴纳金额的15%为止，就是说每一次每两天花百分之一嘛，那最高只有到15%。
就把它明定用比例原则，因为现在其他园区也是这样。好 ，OK， 我们就照行政单位所提的文字修正，我们第四十条，我们照行政单位所提修正照文通过。好，谢谢。来，我们今天的协商到这边，我们来宣读一下，请委员不要离席哈，马上好。好，谢谢。我们现在请宣读协商结论。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首先就商业登记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五条照案通过，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均照案通过，第二十一条照案通过予以删除，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三十条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删除，第三十一条照案通过，第三十五条照案通过，第三十六条照案通过予以删除，第三十七条照案通过。二十九条部分增列廖国栋委员之立法说明。另外农业科技园区设置管理条例部分，经协商后如下。报告委员会，第二十九条立法说明的部分，增列说第一项第一款锁定登记事项有伪造、变造文书，悉指触犯刑法第二篇第十五章伪造印文罪。宣读完毕。宣读，继续宣读农业科技园区设置管理条例部分，经协商后如下。第十一条照案通过，第十四条照案通过，第十七条修正通过。第十一条修正为，园区事业应于核准进驻之日起二个月内，依管理局规定缴纳保证金，以保证营运计划之实施。园区事业于核准之日起届满三年时，经管理局审核未依营运计划实施者，前项保证金得不予发还，其依营运计划实施者应无息发还。园区事业有正当理由未能依前项规定期限实施营运计划者，得向管理局申请延期，经管理局审查核准后得延长三年。必要时得再延长一次，期限不得超过九年。另外，总期限必要时得再延长一次，总期限不得超过九年。第十八条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删除。第二十四条照案通过，予以删除。第四十条照案通过。农业科技园区的部分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议事同仁。请问各位同仁，照刚才宣读的协商结论通过，请问有异议？好，无异议，我们就通过。那么两岸均审查完竣，凝聚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请问各位同仁需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好，各位同仁没有意见，那我们就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席说明，本次会议审查通过之条文文字授权主席以及议事人员来做整理。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休息。星期四上午九点，我们继续开会。好，休息。